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请放掌啊！上一堂课讲到开经前言的主病目以赤审啊，今天从拔妙如之泰康啊开始讲。但是在讲经之前呢，刚刚上课以前呢，教务处啊、教务啊才能够把才把那个网络上有居士啊有提问啊一个问题拿来给我看，但我稍微看了一下。然后问题的那些文字啊，比较冗长，所以我还没有太清楚他问的这个方向啊，他问的这个到底要问的他的这个要问的是什么啊？因为我们这个毕竟啊，现在还在刚开始啊，初办的学院的时间来学的还是很少，每一个组处的执事人呢，就是单一个人而已。所以做事情呢，已经工作量已经是非常的多，哎，平常还有课要上，还有一些要功课要跟大众要随众的，所以在网络上还有一些菩萨或居士有什么问题的话，尽可能当然可以回答了，但是要是说实在是因为跟进度或者是执事人的工作太忙，或者是所问的问题不是这个要讲的这个科目的这个它的精髓啊，它是属于之外的这一些问题啊，可能呢，我们就会择其他的时间呢，在平常将来会多开一堂课，叫做随机开示里面，可能呢，再做回答啊。所以这位菩萨问的当然是跟《楞严经》还是有点关系。我虽然没有太看把他的问题看完，但大概他问的就是阿难跟信比丘尼，就是摩登伽耶，为什么两个人呢彼此之间正果的差异？为什么摩登伽耶女在初听那个波达那咒啊，马上就已经能够证到三果，叫做不来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精神，这个精神是在哪里？这个精神就是在。这个讲到这个文殊师利啊，佛告文殊师利说这一部经的经名的时候啊，他就已经讲过这一部经中啊，还有一个名字叫救护亲因，亲因亲人的亲，亲因度脱阿难及子会语中信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知海。所以在这个经名当前，事实上若是你仔细去思维，是早就在经题上面已经告诉你。什么叫亲因？那个所有的一切经中所讲的一些人事物的名字，它不是在你众生的感受的一切现前的，在世间的知见上说的，它是在你的信用德相如是方向之中去为你深入体会的。什么叫信用德相？信用德相其实就是亲因。阿难表什么？表佛事者。念念是佛的人，也是一个行者。念念懂得最初那一念心，懂得回家。念念在自己决心上面，一直圣人的道理。念念在你根本面目究竟上面做官。你那一念发心，就是供养阿难，就种阿难的功德。当前那念发心，那个法性法身就是阿难。那阿难现前是你要发的那一念善行，那一念回头的心啊。那眼前所有的过去的烦情的作用，那都变成你当下回头的方向，回头的目标，也是你先前修行的下手的地方。所以，当你那念发心时，你下手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现前的所有一切过去在感受上，你可能随种种感受流浪的淫逸，所以那叫摩登伽。明明是你的本来大觉面目，随着感受之现前时，那整个感受就把你的觉体整个遮蔽、整个遮覆，那叫做淫功伏魔，将会解体。所以这两个虽然名字不同，是用世间的名词来表，但是在行者的心性之中看，他两个德性德恨之中，每一个表象当前，表象当前没有离开过世间的所有一切形言、形状跟言语。没有离开过形言，
但是你要把一切世间的行言要设在自心之中去念念体会，你才能够懂得这一部经中的圣神道理。所以这个阿难跟摩登伽教摄护清净啊，因为没有这一念，念念至诚恳切想要是佛的心，也看不到过去你在感受上面那种因功福满伏魔，然后走入淫世的那种幻觉之中的势力。当你有一念懂得回头是佛之时，纵然这一念还在凡间还未证，但你已经看到那个势力，看到念念之间都是什么，都是走入淫世。因为每一个感觉先前处都是感受被淫意识感受被遮蔽处，都被感受遮蔽处啊。所以你这一念之中，虽然呢在经文中啊，最初的时候阿难讲说他恨无始来未全道力，但他讲未全道力的时候，他之前已经有文殊持咒江户往户提讲阿难及摩登伽，什么意思？也就是上一堂课好像也有讲到，这表示一个行者，你念念之间已然发了那个赤诚恳切的心，念念是佛时，纵然你在这一念当前还是个凡夫，但是你因为发心赤诚故，发心赤诚故，你将来在一切感受现前，感受现前就是觉心的表现处，感受现前还是过去凡情的势力，那种淫意，那种伏魔，那种马上感觉到觉心就要被吞噬，马上觉心就要被受气流转的感受。但这么强烈的感受，因为你最初发心回头赤诚故，你就在这么强烈的感受，你根本不必躲开，你自己心底深处就有一股力量啪现前为你自己解释，那个叫做淫意，那个叫淫事，你感觉上自然就会有距离。那一念是谁？那一念就是因为你是佛，念念在大觉心体上的至诚时，潜在意识里面的智慧的作用，最初的智慧觉光。那一念虽然叫最初的智慧觉光，它会在你心中能够往前救护，那已经是文殊法身了。你要根本不发如是心，你怎么看到文殊势力将咒往护啊？你看不到心中有一股力量现前往护的。所以《楞严经》把一个行，把一个凡夫的心境讲的是淋漓尽致的。将来你回头时，你就会发现，眼前觉心，眼前就是感受嘛。你能离开感受找觉心，不可能嘛。感受现前处就是这么大的迷惑，就是这么大的困境啊。可是就在这个困境之中，因为你念念是佛，还要向过去的凡情感受上面念念应量，念念脱钵嘛。什么叫应量脱钵？因为感受就是觉，你不能离开觉去，不能离开感觉去找感受，但是将来你在面对感觉时，你是应量的，你是脱钵的，你是化缘的，你要有这种担当，所以才如同像讲金刚经一样入舍卫大乘起思，那个心态是如此的。所以在摩登伽，摩登伽讲说为什么他一初闻这个波达拉咒他就证三果阿那含，这个其实就是刚刚讲在信用德相之中所表述的差别而已。但是这整部经的当机就是告诉你，就是那个是佛的决定心嘛。我讲个譬喻，譬如说一个人要向善，他发了决定心要向善，这一念向善了，心中赤诚，那虽然赤诚，他念念正在向善时，这一念心向善的心还不见得成就，但是因为赤诚故，所以他看到有很多他在现前的作用已然能够成就一切善心，已然已经不会再随过去的恶心流转，这在信跟用上的作用叫清音，这也叫做什么？也叫做度脱阿难，就是这一念是佛的心，即此会中，即此会中都在净明中，就是这一念心所设的一切作用，即此会中性比丘尼。过去你看到感觉时，那个摩登伽，摩登伽的解释，他的注解叫做性，姓名的姓，从个女字旁一个身。为什么是这个姓？因为它是随族类族姓，族就是什么？一些感受差别，族家族的族，随感受差别。可他一旦听到波拉拉咒，到了佛前以后，他马上就变成信比丘尼，就是见性。过去你在随族的族性之中，因为你暧昧自性故，都成族类。
将来你在这个族类之中，你念念知道是决心时，你这个族类都会变成什么？见性的根本叫性，自信的性了。比丘尼，所以这个名字都有这种差别。这个文字之中，文字之中，你都要看清楚那个差别。刚刚讲了，你在这是信用时，你这一念心不见得已然成就，可是，一切事情已经变成善心，已经不随作用流转。所以刚刚讲，你之所以能够看到文殊江咒往护，表示你已经发了赤诚念念是佛的心，才会看到心底深处，就你现在烦恼的势力这么强时，已经有个声音砰为你现前，为你摄护了。你能修到如此啊，虽然还是凡夫，以堪称为行者，叫做修学人。你要看到心中就有这种作用。你这种往护时，刚刚讲，你在恶行上已经不随他了吧？你虽然这一念向善的心还没成就，恶行上不随他了吧？虽然可以看到很多过去的恶念现前，你还会随他吗？还有很多习气现前，你还会随他吗？不会了吗？那叫不来。所以在用中，他一定性比丘尼正不来啊，三果。但证三果，这是在心体的你的作用上面，那一个一定证三果，先证三果，一定是明白证三果。那个三果是什么意思？那三果现在告诉你，那叫不来，虽然叫阿那含，那就是不来。为什么不来？你已经不会随他了，就不去。你知道不去，就根本不来。那心中赤诚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在这一念向善的、这一念守护、这一念赤诚的学习心中，这一念是佛或者刚刚讲的向善的这一念成地心中，它还不见得叫成就，它不过是什么？它不过就是诚心蕴量而已。所以它可以看到大智的救护往护，它最初最多那个时候还只能叫做这个出果，叫预留啊，还不叫入流，预留。出国，他到第三卷，阿难听到诸佛讲的时候，就是每天楞严经中讲的那个偈子，消我一劫颠倒想，那才能够说你这一念心已经没有颠倒想了，你就完全看到感受时，你已经是完全不需要大智救护了，你那个大智就变成隐伏啊，就是潜伏，不需要有一个声音，好像真的有个动作，大智往护啊。那个叫心熟啊，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起或法身啊。这个时候，所以在经中有很多古德就说，这个时候阿难是正出国，是出国，虚陀还国，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出国，那是明明白白已然作用已然清清楚楚了。那还有人问，那为什么？就是他这个、就是菩萨的问，那为什么？摩登伽女就是性比丘尼啊、到的是第六卷吧，讲到这个听到那个圆通本偈以后啊，他就性比丘尼闻说偈就成阿罗汉了。假如刚刚讲的东西你要是已经知道，他是在信用德相之中去表述的，虽然没有离开过世间名字一切作用，但是哪个世间名字上次讲过不是你心中的信用德相之中所流出的？所以将来行者要习惯于在给你一切世间名相时，一切现前的所有作用，不管国土世间一切业果种种差别时，你都要在自家心头念念中去会，你会在自家念心头念念中去会，你已然就是供养阿难，你已经叫做佛使者。所以在这个讲到圆通偈，文殊讲这个圆通偈之后，为什么这个摩登伽也就是性比丘尼，那时候已经不是摩登伽，他已经不是足性，是性比丘尼去给证无学，叫做阿罗汉，去证阿罗汉。因为前面有一段文，这个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他讲，于是阿难集诸大众，身心了然，得大开示。啊，这个因为刚刚临时的啊，所以我没有把它弄成那个讲义给你们。观佛菩提及大涅槃，犹如有人因是远游，未得归还。明了其家所归道路，讲到这二十五圆通，那已经就不是只是消我一劫颠倒想，他是连根尘之间他都已经清清楚楚了，只是根尘清楚时呢，根中的余习未消而已啊。
那余喜都还没有消，但是根尘已然清楚，就是你这一念是佛的心在根尘上面，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圆通了。原来在根如何知的当前就是尘，在尘当前你根本不必说怎样避开烦恼，其实全体就菩提，烦恼即菩提。你已经看到这句话表示什么？表示行者念念已经看到决心，已经在决心体上念念模式了。你这一念心要如此啊，这一念心如此时，才能够说普惠大众，天龙八部有学二圣，集诸一切心发心菩萨，其数凡有十恒河沙，皆得本心。是普惠，就是刚刚讲于此会中信比丘尼，这一念心所设的普惠，这一念所设的一切功德，一切信中的作用，到天龙八部，有学二圣，所以这叫有学二圣。过去你看到这些作用都在有学中说，为什么在有学中说？就像摩登伽中，你说他虽然叫不来，你是在哪里说的？是在信用的用中的相中说的吗？德相中的相中说的，说不来的。你在信的根本之中，在信德上面，那你都还不能够一定叫做圆满，还不能够说叫真正叫做登地或者正果，但是你在作用上面已然都应该有正果的种种果德的现象现前，这个就是种种差别不同、啊、所以在一切感受一切八部有学而生，集诸一切心发心菩萨，有十恒河沙，皆得本心，就在圆通都懂得本心，本心现前处就是根尘对待。但是根尘对待，上次讲的见已见缘，那个不是你根本的本来面目妙明圆心。但是你都在见与见缘上面用尽方法，用你的世间语言，用它不断分别，那都叫流转。那你说你到本来妙觉圆心，你不知道那些见与见缘吗？你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你知道它，但你不是分别它。什么叫分别？分开别住就是分别。众生的分别是分开别住，你忘记了根本，多在感受。行者的分别是妙观察，那叫善分别，你知道差别，但你不堕差别，那就不是分开别住，那叫妙观察。决心现前处本来是妙观察，可是就在妙观察上面，你却起着妄分别，那你就堕在妄分别中，也没有离开妙观察，所以才说你不管堕在哪里，就算地狱，但只回头你就马上超出种种幻想的六道轮回，因为你觉得地狱那个决心都在啊，只是过去我们在人间都执着先前的感受之中的前面的种种幻想，那将来你堕在地狱，当然你就走不脱不出地狱之中给你先前的恐怖的困惑了，一定走脱不出。现在人间虽然有善恶交杂，但你在这个上面叫堪忍。什么叫堪忍？你就是人间是决心的这用度最圆满处，你不到人间来还不能叫做决心的圆满。就好像镜子不能照色，色就是世间，镜子不能照色，怎么叫镜心圆满？镜子一定要现出色来才叫镜心圆满。那色仿佛就是什么千变万化处，那叫娑婆。那事实上将来这个娑婆的千变万化就是你镜体的根本不变处，因为它不变所以千变万化，因为千变万化所以它不变，这是汉传的根本逻辑，那是一体的担当嘛，那是你真正照料自心的行者的心中的解释、啊、那跟一般凡夫是完全不同的心下的体会，心中的体会。所以就在这个上面，你看到种种作用现前处的一切差别之中，它已经什么，你纵然心中已经懂得得到本心，那一切作用呢，它就已经根本不在作用上做了，它是念念回归，也知道圆通了嘛，它念念看着决心，看着见与见缘嘛。那见与见缘是什么？就是刚刚的与会大众。那虽然有与会大众的相，相一定在，但是相现前时呢，这种作用的德相一定在，但是相现前时却不是凡夫在这个相中还在做妄想造作嘛。他已经全然体会是决心，所以他在这个相中他是全无，全然无作无为，叫无学。所以这个作用上就无学了嘛，他不是在作用上面说断什么烦恼来不来的嘛。就好像你真正知道镜子时，你现在还是镜色啊，你需要断镜色吗？不必啊。
过去你不知道镜子是在方便跟你说那是金色呀，那是金色，你不要受他迷惑。不要受他迷惑是让你不要在镜色之中甘心只是一味追逐眼前的种种幻境。你只要放下这一味的追逐，你久而久之就在镜色体上，你慢慢会体会就是镜体的表现。你想要避开镜色找镜体，那也是痴啊。那有人家也会就告诉你，你真的发心想要离开镜色的人，真的已经厌恶镜色对你的种种束缚跟困惑的人，他才会跟你讲你要避开他也没用啊，你才听得进去，这种话你才听得进去。你根本不想离开镜色跟你讲这种话，你根本听不进去。你真的想要离开镜子来告诉你啊，你避开他你到哪里找镜子呢？所以讲话都有戒次的，你要到了那个心里面的领纳处，到了你的心中真正你明白的那种智慧的戒次里面，你才能够听得懂。你听得懂时表示你离开镜色哪里找镜子呢？从此以后他会恍然大悟，虽然没有开悟，但是他会在镜色前面已然不被镜色所惑，他知道现出镜色当体是镜子，镜子根本无形无状，现镜色处就是镜子，那是德性，那是性，那是德。你不是在种种相中说镜子的，所以你再看到那些镜色时，你还要再说我要断镜色吗？我在镜色上有所作吗？我要回避镜色吗？我在镜色上才圆满镜体的吧？都不是这些话了吧？你哪有在镜色上圆满镜体啊？假如你还有说镜色上圆满镜体，表示你这一句话你都没听懂吗？因为你还有镜色跟镜体。你明白原来镜色之前就是镜体时，从此镜色镜体你根本这些一切杂话，一切心中那些杂秽的声音自然不起。知道镜色就镜体吗？那还不何况还多一个我在镜色上明白镜体的，那是过去你在镜色上不知道镜体，那现在你回头还说在镜色上明白镜体，那是痴人，那是心中啊还没有圆通的关系。所以这句话你都知道惭愧，你就根本不在镜色上面做任何所作，所以你就能够现前是什么千变万化。但是我说的，因为是毕竟世间语言呢，这里都有障碍，现前千变万化，你老是马上就去做二想千变万化。我说的是镜体现前就是千变万化，千变万化现前就是镜体，所以他根本在上面不做，没有作为，无为无学，所以那性比丘尼当然证阿罗汉嘛。所以那个是跟谁讲？为什么前面要讲那段经文？那段经文那一段的第一句话还是“于是阿难及诸大众”，还是跟你当机讲的嘛？跟你那年师父讲的嘛？你于是阿难及诸大众身心了然得大开示，后面才讲这个。性比丘尼闻说即已成阿罗汉，所以这一念心叫清音，这一念心叫清音，所以于信用德相上面你都要能够把它谱得出来啊，念念之间能谱得出来，你才知道它的作用啊，形象是什么。所以讲到阿难，我们不常常讲吗？阿难叫什么？内密菩萨恨，外现声闻疑。大家都讲阿难，为什么讲阿难是内密呢？那其他的尊者不是吗？不是，他不是这样讲，他是在信用德相说的。这一念是佛的这一念心叫阿难，你只要有是佛的心，你他所有的作用都是外现的，那么在任何行为上开始懂得回头，所以他才会有什么？才会有走入淫室嘛，因为他就是在过去的感觉之中懂得如何回头，那感觉现前都是淫室啊，一个一个感觉淫逸的地方啊，差别的地方，所以它外现都是声闻疑啊，但是你就在这个外现的行为之中，其实你内密的是什么？菩萨恨啊，你内密的是照见根本觉体、根本佛性的作用嘛。所以它不是指哪一个阿难士，它是指你的德相的阿难士，没错啊。你要种的那念心就是内密菩萨恨，外现声闻疑啊。你才会知道，知界一切过去圣人的名字，都是你现前念念之间，当下能够反熏，潜移默化，当下成就圣贤这个名字的作用嘛。这样子的话，你才知道这个世间叫以觉应觉，不是那个名字阿难就是他，那个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一天到晚跟你讲阿难内密菩萨跟外显声闻仪，那教你们数他人财宝吗？所以你要，你将来行者，将来学院中的所有学人，你要会开始这样去思维经典，那叫贯穿，那个叫贯穿嘛。那为后来他可能也是在问说，为什么阿难是到了卷八吧还是卷几？我没太注意了，但是事实就是在这个讲到这个五十五菩提啊，真菩提路以后，然后呢，再去佛又告诉文殊师利啊，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的种种名目以后，对吧？这个经文就讲说是于已，即是阿难及诸大众得蒙如来开示密印波达那意。兼闻此经了以明目，顿悟禅那修净圣位，增上妙理，心虑虚灵，断除三界，修习六品，维系烦恼。这一卷中才断除三界啊，修行六品，维系烦恼。断除三界，修行六品，维系烦恼，就只是二果，斯陀含啊。那你说，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那个信比丘尼多阿罗汉，他才是斯陀含，那他是叫义来。你明白了五十五路真菩提路，你前面已经告诉你已经知道那一心，你不是在感受上，现在又知道菩提路所有的一切真菩提路，什么实地啊，那些妙觉啊，等觉妙觉真菩提路，然后也知道了知此经迷目了，也知道原来是迷糊清音，救苦清音，念念之间在这个上面那个于性于相啊，于那个性于性于用于德于相，念念明白，你这一念心的作用是什么？就从此就在这上面修嘛，就是一凡，绝对不是二法了。所以在这个德相之中，仿佛他是二果，但你不要以为他真是二果，他内密菩萨恨啊，他外显声闻仪啊，光这个声闻仪中，他设一切功德行为，都早已经念念增上了。犹如同我刚刚讲，对，上次有讲过，韦陀菩萨。对，韦陀菩萨也就是什么，你真的发了是佛的心以后，不但你心里面有一个念念是佛的决定心，仔细批拨，你还有一念心种功德力量在你心中，那是什么？念念护法，那韦陀那个护法之中，不但增进你念念是佛的决定心，他还为你挥去一切障碍。他怎么挥？就是在你感受的淫逸处，他马上为你挥去障，因为他能够为你挥去种种障碍，所以你才看得到潜在意识里面，因为师父的关系，有一道灵光啪来往护嘛，文殊才看得到。文殊能现前时，你潜在意识还有一个力量为你挥去障碍啊，这是维系心中的作用，那叫韦陀。所以你不但你要发是佛的心，将来发是佛的心要学阿难供养阿难，有时候看到自己心中不坚实，你还要什么？你还有念念之间观想委托，观想什么？在心中，在弟子心中执重如是护法的决定，因为你懂得执重如是护法的决定心，所以你就能够慢慢慢慢审视你现在所谓你要是佛，你到底成不成地。所以有很多心境啊，尤其是大教，尤其是大乘佛法，虽然举一法它能够动一切的，那有的经为什么只讲一法不讲他其他所动的一切德相呢？因为你只要真的是发心人，讲一句时他就能够包含一切动三千，就好像提纲一样，那个宝丝网那个纲拉起来整个网就应该收，后面再要一个一一为你讲，那就已经是什么，那已经不是真正上根立气的人。经文它是种种根基普备的，那既然是根基不配，他就叫什么下根之人，你要发究竟决心，你只要发究竟决心，你自然心中就能融会，那叫上根。讲你发的不是究竟决心，就算我现在把这个道理讲出来给你听，你要修这个，这叫修护法，这不是密教，这才叫修护法，不然其他说修护法那就是违背心种的。这是真正修护法，因为这个护法是在你心中能够成为你将来的智慧德相的，所以成为你智慧德相一定是在现前作用上的，所以韦陀一定在什么时候？在贤劫，他不是过去庄严劫，他是现在贤劫。贤劫现在贤劫意思就是现在作用上，那叫修护法。现在人修护法什么满足他的欲望，你那个叫做败坏护法呀，那个不叫密啊，那个是甜蜜蜜的密啊。
如刀子一般的，那个还叫灭，那个叫修护法，那个护法要败坏你信心。所以弥勒那个韦陀是什么？最后证叫楼智。什么叫最后证？你的一切功德，所有的一切行为，世间的行为，一切智慧成就了。这一念心，这一念护持的心，你心中那一念念念坚定的心，才会无为嘛，才会入涅槃嘛。所以这个心就是这样给你解释的。所以为什么阿难也是最后开悟证阿罗汉？为什么韦陀是贤劫最后证？你要知道他是讲心种，那一念是佛的心种，因为你那一念是佛的心种，所以他好像是最后开悟。因为那一念念念护法的心种，他是在这一些现在成就，就是现在所有一切作用上面，一切作用功德圆满处，一切作用都叫成佛处，都叫证菩提处，这一念心才寂灭，叫楼智。楼智就是一切见次比重大。所以你看到佛经处，不管你随举哪一部佛经，它是给你讲天方夜谭吗？这叫修护法。所以你真正知道这是修护法时，你才知道他真正懂得这是一心。刚刚前面都已经知道他圆通本根了，所以现在在圆通本根时，照见这五十五路真菩提路，也知道这一个精明，精明就是你心中的道理，如何面对你现在的修行。那你就看到在事相所中，在现在的修行的状态里面，你就是叫依赖，从来不二。所以在这个依赖，在这个作用上面还叫声闻。但这个依赖就表示什么？但虽然这个依赖只是二果，但这个二果内密的菩萨恨，他早就成就一切作用，已然成无学。所以为什么古德在说，为什么大阿难呢？他后面得到的是这个大圣意。为什么讲到摩登伽只得到小圣意？就是他只得到无学。他怎么听到波达拉之后得到小圣意？他不是得小圣意，这是轻音。事相之中永远是在声闻嘛，事相都是世间的作为，永远声闻。一切声闻得到小圣意时，你就是大圣意，那个总体。叫做最后涅槃，最后得证，那是大圣意嘛。也类似我刚刚讲，你真的发了个善心、诚心、诚心时，一切其他的行为过去的恶念，自然就不随他去，一切行为张扬，先得利益。他们所有的都成就时，那叫做什么？那只是在相中表现个别差别之中，因为它是个别差别之中举出的种种你现在发心的现在的印证，所以现在发心的印证从个别差别，个别差别是什么意思？声闻吗？那这些个别差闻的小声意，你全证实，表示你内密的是什么？大声意啊！听得懂吗？这叫佛经的维系。你发一个善心以后，你会发现很多行为你都过去什么样的行为，你知道什么是善该做，什么是恶该断，将来善恶善做你已经都做到无为了，心中都这个都不必再刻意提一个善，你就可以马上举手投足就是善心流出了，恶心根本就不生了。你就算有恶念现前，你也就知道那是妄想，根本就不生了。这个时候在种种差别之中，那都是声闻意啊。但是这些声闻意只是在表示什么？表示你心中那一念密种是大圣意，不是吗？叫内密菩萨恨。你那些心里面的那个德相是大圣意啊。所以这里面的串联呢，这里面呢，所以讲的像刚刚讲到这个韦陀菩萨，你看到那个真正你用到那个心性，你用到这个性中，那你供养的是什么？是法身吗？你永远都知道这些名字在哪里？法界量义啊，这是华严经中的。所以我们是华严的道场，都要用华严的道理去解释一切经典。你要在法界量义，就是华严义啊。什么叫法界量义？别老是讲法界好像很遥远，法界就是你看得到吗？行者愿不愿意用到这一念心？愿不愿意用到这一念心？用到这一念心，用到这一念心，你的决心就照了这一念心，因为那叫佛。你的决心若照了这一念心，这一念心中就能够起身作用。为什么有如是作用？如是法就是这个决心之中本来的面目，叫法界量义。绝对不是像现在有很多人讲，听到最近听了一个真实啊，心里面无限的痛苦。说他修行那么久，
终于啊，在看一切经典的时候，深入一切经，他自己讲他深入经典，深入一切经典，终于别人他看出来了，别人都看没看出来，看出来什么？看出来娑婆世界只有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还有阿弥陀啊，他专管闲事，其他的菩萨是不管闲事的。这个叫大华严，对吧？这叫做真的是败坏佛法到这种程度。所以如果是出家人都是讲这种东西的话，卖药的都会比你讲的好，所以就拱起很多卖药的。出家人都这样的话，所以那世间上都有很多白衣都上座了。你只要稍微用一点修行的心，做人还是凡夫，都应该能讲出经中的道理嘛，不能辜负佛意啊。所以你就看，那是真正供养法身。你供养法身时，他给你的是韦陀的名字，你就知道韦陀他是护法。那你如何修护法？念念，你虽然现在发心了，我叫学人，学人当然就是佛事者。那我也什么不如阿难呢？不但你心中要懂得如何供养阿难，就是在心中供养如是的德性，念念是佛的这种清净心，你也要看到你有没有这种决定。为什么你有这种心却没有办法决定呢？护法不够嘛？你念念要在护法前，在韦陀前忏悔嘛？那个时候忏悔再也不是啊，心中向外追寻的。你只要用到那一念心，虽然你面对的都是前人的名字或者是菩萨的形象，但是你看到一个像，你马上都是摄心，你马上都是入你的心源。这种人叫。虽然没叫不是圆满见性啊，在行为上已然叫做见性的人，用到性的人，他还是那种怪力乱神的那种思想吗？他永远不会堕在任何世间的种种造作嘛，因为世间造作才有怪力乱神嘛。这个才你就知道为什么他是在那个时候他才叫做二果。才是二果，那是内密，那是外现声闻一样。那为什么信比丘尼他已经在得到阿罗汉？因为这个是他突然问到，因为我准备的资料也不多，所以讲起来我也很担心啊，因为讲得太复杂了就会太乱啊。我们还是照着进度来啊。拔妙如之太康，前面若是你知道了，上次也讲多了，讲过了，见与见缘其实都是你的根本的妙明心地，所以你知道那个赤神了。你知道那个心中念念在感受上面，不管你决心面对一些感觉时，那就是见性现前处，见法的见字现前处。但是你会抓着这个感觉，你寻的那个感觉的那个炽热，就是炽就是热病，就是热病，神就是眼睛的热病，炽神就是眼睛的热病。你抓着这个见，一直以为就是那个现前的那个感受之中的温暖，感受之中的炽热，那就叫炽神，就是眼病，你见错了。所以只要到了感觉上面，就如同第二月了。你到了感觉上面，就好像仿佛，就算你回头，你仿佛就在感觉后面，好像有一个从来不是感觉的觉体。你虽然有如是稍微体会了，就有一个从来不是感觉的觉体，那也不过叫第二月。因为你认为的那个不是感觉的觉体，是因为感觉而说的嘛。你要知道，你现在这一念，你发现一个不是感觉的觉体，那都是觉心一体流出的，你连这一句都不住。假如你认为有一个，还有一个不是感觉的觉体，你小心了，因为你的心中念念有所住，你就真的住在好像要找到一个不是感觉的觉体，那还叫外道。但那为什么会有心中有这样的分别呢？就是觉心随缘是就是这样嘛，见与见缘，它就是会这样分别，任其变化呀。叫不能这样的分别，那还叫决心吗？还叫智慧吗？所以你将来就算在感受之中，然后在感觉当前又感觉到有一个不是感觉的觉体，你是念念在的决心看到这些变化的，念念不住。我说你是真正供养大觉的人，你是真正佛事者，在是佛的人，念念不住也念念不必去排斥它，因为你就知道它就是变化。为什么会有如是相？随缘如是故，缘分如是故，就是如此啊。
所以他将来能够常住在真心觉体之时，他一样能够解释得出来什么缘故现有一个不是感觉的清明，什么缘故是随着感觉在说的清明。所以那个清明之中，你就会感觉到有一个从永远超越一切感受的种种的根本的无着，在这个无着之中，就是你当前现前的一切感受的现前建立处嘛。因为都是一心所现的二相，虽然好像有二相，其实就是一心嘛。他说你离开过你那一心吗？所以你能够见这样子解释，就是我上次讲的，你才能叫见读啊，你才最初看到一。所以最初看到一，你证了吗？没有，但是你感觉上已经不流转了吧？所以你这一念心，这一念学佛的心，这一念赤诚相佛的心，最多才叫做一来嘛。你懂得一了吗？见读嘛。所以为什么刚刚讲说阿难那个时候才叫做这个一来果、二果？所以说就一来嘛，就知道在一切感受之中，是感受或不是感受，你都是一来，从来不是二嘛。你用得到它的，你真的将来心熟，这念作用智慧就会现前的，就天天就在现前。因为现在解释你都知道，你这一念智慧从来也没有失去过。只要你不是这样一来的话，你又怎么可能懂得千变万化、多彩多姿呢？之所以懂得千变万化、多彩多姿，是你那个大觉心气从来不是二，它才能够千变万化的，你知道吗？所以这是汉传佛教多深的道理啊！所以你明白时，你念念之间都在设在哪里？就是你就设在圆通上嘛，刚好还好。现在发现那个居士问的问题还能帮助我们。你天天都涉足在哪里？涉就是拔，拔者涉也，跋涉三点水那个涉，一个步伐的步，涉也。你天天就在这边涉嘛，涉水的涉会写吗？三点水一个步，步伐的步嘛，脚步的步，跋涉跋涉。所以设在哪里？就是在这个上面，你看到都是什么真修行路啊？你看到都是觉醒决定心，那一来你再也不流转了。那你已经设在真如，纵然你还未证真如，你已经设在真如哎，你已经念念之间去什么去体会真如的根本的太康哎，那个太字是告诉你它是超越一切凡情的，所有的一切的总和，那是总量，那个是太。那个康呢？康是富足于什么？于不坏。那是心中的根本的富足与不坏啊，太康啊！你念念去体会那富太康啊！所以那在哪里说太康？你感觉现前处，你还会堕在感觉的势力，觉得因功伏魔吗？不会。你还需要跳出感觉，说找一个觉体吗？不必。所以这一念心会被淫功伏魔所坏吗？不坏。会被你想要找到一个真真正还有一个从来超越感觉的那种心中以为的清净，还在那边不断的慢慢还在盲目追索吗？不会，他当机立断。所以他叫横出三界。只要你还要在感受之中要找到一个不是感受的这种感觉，你修三大阿僧祇劫只有自欺欺人而已。原来都是感受啊，你一天到晚都用感觉讲，我好像找出来，好像走出来，那这一念又是谁？这一念还叫常抓。你说我一法不受都在抓，你一法不受，那觉得一法不受的是谁？常抓犯智啊，都是常抓。所以这里面就告诉你，行者你就不习惯用觉嘛，就是念念不懂的是佛。你为什么念念不懂的是佛？你心中连护法的决定都没有。你要是明白那个赤神，你已经懂得像刚刚讲的阿难已经在听到五十五路真修行路、真菩提路跟一切经文中的名字，知道是救苦清音，这个你的那一念是佛的心，所有的一切及会中一切天龙八部一切大众及信比丘尼，为什么正果？为什么拔济？表示你已经在圆会耶，那叫做楞严。所以楞字是什么？目力四方，目力四方处处安布啊，叫做楞啊。所以你才能够体会那个经文的维系，然后你就知道真正你将来会心中慢慢体会时，你念念就入太康嘛。你就在一切过去千变万化时，你根本不必说我出不出，你不必说我出不出，你念念精进在这里。
但是你念念经经在哪里？你还有东西抓吗？没有。这才是永嘉大师讲的"君不见，绝学无为，贤道人"呢。但你以为他真的闲呢、啊？他是不在坐相上坐，但是念念之间呢，心心急急，急急心心，念念批不完。他念念之间还是用到什么？用到时时勤拂拭啊。但是他拂拭在哪里？拂拭在本来无一物。你说本来无一物，我当然连拂拭的坐相都没有，我拂拭的坐相都不落那个有为，但是我心中时时勤拂拭，绝对不落有为。所以讲这两个句子的人都同称六祖，你不能够只说这个慧能祖师啊，神秀呢？所以为什么五祖叫弘忍？弘忍是什么？弘法，为一切苍生忍度的叫弘忍。你明白那个心时，为什么留下来的是神秀的句子？你没有时时勤拂拭，你是学人吗？但你只有时时行拂拭，你看不到本来无一物，你也成就不了大智。但是本来无一物是真的用种种知见上面去存度的吗？也不是啊。那个本来无一物，那是行者念念在心里面那种豁达的心中明白的空灵啊，那不是文字相，不是语言相，不是造作相啊。所以南墙上面五祖用鞋擦了去，擦了什么意思？用你的足迹把这个画擦了，鞋擦了去。你说那个五祖过不过分？拿鞋来擦，鞋子隔两个土，双土，一个能说隔，一个隔改变那部分，一两个土。这公案都有密意在里面的，用鞋擦了去。你心中懂得那个本来无一物时，你念念勤拂拭无一物吗？但你念念勤拂拭本来无一物时，你是堕在过去思维叫造作勤拂拭的吗？不是。所以叫绝学无为，贤道人。但你要成就这一念贤，古德子说心心，心心就是心中念念，一个竖心旁，一个心，心悦心诚的那个心，积极积极心心。那你是在哪里？就是在看到你觉得有做当下，觉得有做都是行为，过去的行为。你不能离开行为，但你还会堕在痕迹吗？不会。你虽然看得到它，你不会堕在痕迹，叫用鞋擦了去。那就是你最初供养弘忍，你已经懂得你心中的忍度了。所以两个都叫六祖哎，你缺一个都不行啊。所以一个叫做密，一个叫做显的，显的叫做国师哎。谁跟你讲说神秀？哎呀，一天到晚像我们现在没事啊，白衣啊或者什么，在那个电视上弘法。哎呀，神秀，你看，哎呀，就没见性。你懂什么？一个白衣讲神秀，你自己在这边亵渎佛法呀？那个五祖就从来没跟你讲说六祖那个神秀没见性啊。那你说要是真说没见性，五祖还跟六祖慧能讲，你也没见性啊，尚未见性啊。所以见不见性其实文字相中表述嘛，那是内心里面告诉你未见性，是不落迹象，不落文言嘛，不落名言嘛。但有名言就是不见性嘛，但这不见性不是跟神秀说，不是跟慧能说，是把你尚未见性这句话留与后人知啊。你再落名言，那你现在看到所有的讲出来讲的都落名言啊，还讲神秀没见性啊。这叫可怜，是吧？叫可怜，啊，真是尤其是大乘佛教，你要是大家再不懂得这个道理啊，佛法就断灭了，就灭，真的是灭。到现在都不讲在心上面下手的了，连那个阿弥陀佛都讲阿弥陀佛，你到最后都在怀疑阿弥陀佛到底来不来接我，所以你要很庄严的说，我绝对相信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我，你不觉得很可悲吗？这种叫信心吗？还是要说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一定会接我，换着看到你这个相就知道阿弥陀佛不慈悲，知道吗？他玩弄你。你在相上看你就要亵渎诸佛嘛，你在性中呢，你在性中看到你只要真正那个性中一念圣人的名字早就潜移默化，你知道吗？那个叫接引哎，
你才知道这句名字是大慈悲啊，他早就在那边等你了，只是你回不回来而已啊。但要归家，归于便得啊。你在相上看都是什么亵渎佛意啊，还在那一边，我绝对相信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一定救我。你念佛念了那么久了，最后居然还是这种思维，表示你念佛就因地心中不正嘛。你亲近大山了，亲近五年，你都应该有大山的意识、大山的宏伟、大山的言语了。你亲近佛名，亲近那么多年，你居然还是用这种卑微、自堕众生相的可怜的语言，表示你亲近就错了。要站在觉心上来讲，你真正亲近以觉是因能应觉的。为什么天天面对大山，大山却半点活不到我心中呢？一定因地心中不正嘛，一定你常自堕众生相，你去面对大山的嘛。不是大山有愧于你啊，大山还是无情之物呢，不是大山有愧于你啊，是你自己不知道放下你心中那种心里面潜在意识里面的种种因中的不正吗？所以那叫做拔妙如之泰康啊！欲保觉以达多啊！欲保觉以达多，看讲义一啊，他是跟谁讲的？是跟富罗那讲的，跟富罗那讲，与富罗那言：“我与如来宝觉圆明真妙尽心无二圆满，而我习遭无始妄想，久在轮回，今得圣称，犹未究竟。世尊，诸妄一切缘灭，独妙真常。敢问如来，一切众生何因有妄，自彼妙明受此轮力？”这段经文，富罗那是什么？就是满愿，满愿，愿力的愿，就是满愿。就你念念之间要懂得根本原心本性是满愿，所以那也是富贵处，所以富罗那也是属富贵，所以富罗那懂得真心的根本的最圆满最具足处，所以他能够说法，他叫说法第一，叫富罗那，所以他第一个字就是富。罗那是什么？念念见次圆满，而且能打比，叫那，能打比是心性的得名，心性的自信的名。他虽然在这个上面，你在这个作用上面，你看到你懂得自信之中的圆满这一念作用，是依谁而说的？依佛说的。你不懂得觉性，怎么会知道自信圆满呢？所以他一定是跟谁对话？跟如来对话。所以他说：“我与如来，如来宝觉圆明，这个宝觉，这个心中的至宝，这一念心中根本的具足圆满富藏圆明。”真妙尽心无二圆满，在现前是根本无二，虽然现在叫做见已见缘，虽然觉与感觉其实都是无二嘛，对吧？而我习遭无始妄想，久在轮回，凡夫都是什么？什么叫无始妄想？根本没来没开始叫无始，还真有个开始，表示还真有一个因缘叫开始，哪有一个因缘嘛？觉性就能够现出种种差别，现出差别就是觉心啊，现出差别时是觉心，你不认觉心才多差别，但事实上全体差别就是觉心，也不是说那个差别有多少过旧，你没有差别还不叫智慧了？镜子不能千变万化叫镜子吗？那你堕在千变万化不认镜子是镜子的错吗？是千变万化的错吗？所以那叫无始啊妄想，那个妄就根本不知道怎么来的，突然。但事实上是怎么来的？就是你独妙真常，你根本就是真心现前，真心现前，反复作用就是随种种缘起嘛，那就是妄最初的妄。但是懂得觉心的人，这全体显得的妄，它是更让你什么？更让你明白什么叫真嘛。所以你在觉心之中，它也非这个真，也非那个妄，现前处就是那个妄，所以更让你明白什么叫真嘛。所以在真跟妄中，你真的念念之间是守住真常嘛。所以你一不堕那个真，你天天因为你知道它一定能够现妄，所以你妄你一定不住，念念担当千变万化。那你知道那个妄化的妄，那种妄缘，那种氛围，那种气氛，那种魂，好像浑然的那种迷魂，那其实就是真嘛。所以你就在那个浑然之处，你念念，你根本不必躲开它嘛，你常住真嘛。这个心中圆满叫做真常啊，不是说真正还有两个心来回来回去啊。所以独妙真常久在轮回。
今得圣乘犹未究竟，虽然弗罗纳已然得到圣乘，他毕竟没有证大圆，就是走到毕竟觉，所以得未究竟。所以他在一切道理之中，虽然他已经不惑了，但诸妄一切圆妙，诸妄其实一切圆妙，就刚刚讲，他就是真性本性嘛，那妄性就是圆妙。你知道将来怎么破妄？你知道行者将来怎么破妄？你知道众生将来怎么破妄？你知道吗？破妄不是有个妄把它破掉，不要叫破妄。破妄是你知道原来就是根本就是真，就破妄。你知道它根本是真实，你不必离妄，你反而要借妄显真。在镜色上面都是妄，你但是你看到镜色就知道镜子在哪里，不是吗？要这样先学会这样子反观，久而久之，你借一个物象给自己一个明目反观，你将来反观的作用，因为都是你决心的作用嘛，你就熟悉，将来你就会反观于觉了。所以过去我们刚开始在茅棚的时候，就一手摸热，一手摸冷，就会怀疑，那我的决心到底是冷是热，对吧？我这一手拿掉摸冷时，我决心现在变冷。这只手拿掉摸热，现在是热，我冷热同时摸都是冷热，那我决心到底是什么？刚开始你搞不出来的，其实决心什么都不是，他一定明白一切，只是最后你会明白，原来决心根本无相嘛，你干嘛一定要硬给他个名字，他是什么？那他才能觉啊。所以最后训练到最后，不是说你在这个冷热上面，或者是冷热同显时，你得到什么解释啊？而是你这样的熟悉，每天的观察时，你突然明白时，才知道眼前叫做妄作、妄执。那过去那个妄作你不认啊，现在你人明白妄作时，你心里就稍微有点底定了，再也不相信佛法与你很遥远。你懂得，因为你相信心性都在眼前呢、啊，你就会明白你正不正，你想不想正都在。你还会怀疑吗？你想不想正？而不是那种修到最后你自己都不知道哪一天才开悟啊！你明白性的人，他根本不在哪一天开悟上面计较了，他只是担心只在自己明白我用不用心上说的，用心就是嘛，哪有什么开不开悟，打妄想。真的用心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什么相就是什么法就是什么相。所以就在这里，他所以叫做犹未究竟，世尊，诸妄一切圆妙圆灭，它根本圆灭，现前时就是圆满，生生灭灭你根本不住叫圆灭啊。独妙真常，从来不是独妙真常，但是敢问如来，一切众生何因有妄，自蔽妙明，受持伦理。那一切众生，其实富罗那他是大权示现，他问一切众生，他都是讲法的人，何必说一切众生何因有妄？决心现前叫众生嘛，众生就仿佛就带着如是妄嘛，就带着如是妄嘛。镜子现色，镜色的时候叫做镜子现出镜来的时候，镜子现镜叫做镜色，镜色就是众生的随缘的。因为到镜色的名字上，就仿佛好像有种种差别的缘分嘛，那种气氛是黑是白，有差别的气氛。你不明白那个差别的气氛，也不叫镜子。那你会明白那个差别的气氛，其实就是真镜明性嘛，真镜子的明性嘛，明白性嘛。那你会在这个明白性中，但是它会让你明白差别气氛呢、啊。但你看到差别气氛时，就算你不堕，那眼前不就有一个浑然好似的差别气氛吗？那也是妄啊。但是你知道时，那全体就是真心所现的、啊。你众生现前的时候，就是带如是相嘛，就是带执啊，就带如是相啊。你将来看到心性呢，你就是什么整体众生，你根本不要让众生，就是你这个心念随缘众生脱去业力。你明白觉体时，是众生这跟这个业力，因为它就是这一体上带这个执的，你这一个业力跟这个同归觉体嘛，不是吗？你是在帮众生脱去那个业力吗？众生现前就是这么做，它不是业力，后面还有一个业力叫做做。假如你还是这样的解释的话，你心里还不明白什么叫做法，你还在妄作。你真正明白心时，你就知道就像镜色，你需要在镜色上面除去妄想吗？不必要嘛。你只要知道是镜子时，镜色跟妄想同归净体。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啊？这叫什么吗？待业往生。那是明白觉体，你明白那无量光。
所以现在还有人一天到晚解释什么样待业往生啊，我有待业往生，所以我要做恶的话没关系，将来去阿弥陀佛那里我还带着业走。那你怎么叫往生？你还坐在众生相上面，你就根本一点决心都没有，你还自闭妙明，你能往生吗？你现在懂得原来众生相其实就是那个业感，那个虚妄。你念念已经明白道理，虽然还没有，你还没有走开众生的势力，但已经明白道理了，已经有一分在觉体上的余光余温，但这一个余温已经能够摄什么，你念念就是这样的回头的，这待业往生了。你要解释错了，你就根本不叫那还叫待业往生啊！你还有一点在众生相上面，你根本自闭妙明，你看不到啊，你根本往生不了，你看不到你的佛国净土，看不到你决心领域中的种种情境嘛，叫佛国净土。那这种道理，你说什么人怎么会明白这种道理？真正佛门下手的人，你在心性上下手，依照祖师，依照诸佛古德祖师的道理，你念念之间你就能明白吗？你要怀疑不待业吗？你待业往生，你一看到任何念头，你根本不必在业力上断，我只要明白无量光就回来，那叫待业往生。你最初发的因地心中都已经是如此了，都已经这样明白了，将来必证果地觉，你看得到西方极乐。将来你看到一些感受时，还是感受的娑婆吗？那叫佛国净土，一样青色青光，黄色黄光，佛国净土。所以那个叫做为什么这个在这里啊，为什么什么合因有望自闭妙明受此伦理，就问这个。那现在今天就没有时间往下讲了。那其实佛就是告诉他富罗那，告诉富罗那眼若达多嘛。眼若达多，这里面佛经呢，故佛陀的这个讲的所有的经典里面有三个达多是很重要的啊，一个叫悉达多，一个叫提婆达多，一个叫眼若达多。悉达多是悉地心中片知的智慧，叫悉地。那悉地达多，他一定能够遍知一切多，那就是成佛做主的根本。所以他脚上踏的是什么？七朵莲花，身上灌沐的是九法界九龙沐浴。悉达多，九法界遍知，一切七事明白，所以他踩的七朵莲花，九龙沐浴而生。这一念心，这一念悉达多的心，你举天下一切见闻觉知，不都是这一念心起来的吗？决心现前叫做悉达多。因为一切法中都没离开过觉心的现前，所以这一念心的心种，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不要看是那个人独尊，是那一念智慧德相独尊。你找到有一法离开过他吗？而且他一定是童子相。为什么？因为这一念心在你一切感受叫做大，巨大，他永远在你感受这么样的大相，巨大的感受势力大时，他永远密在其间。他都是最初你能现出这么样强大的力量时，他都是你这一念时根本的童真，根本不变的童真。所以为什么叫你灌木木佛玉佛一定要玉悉达多？你玉什么宇宙大觉者，那是根本不懂佛意啊，只能玉悉达多啊！过去连释迦牟尼佛你都不能入啊，你怎么能入目？释迦牟尼佛，你看到法相时，你不见顶相，知道吗？什么叫不见顶相？佛是可以看得到的吗？就像镜子，镜子都无形无色，你怎么看得到呢？那你要怎么知道镜子呢？你就在它千变万化上面体会镜子。千变万化是谁呢？悉达多。你灌木啊，洗净你的感受啊，你才能够把你的悉达多洗出来啊。在七世当前，在九龙吐水当下，把你悉达多吐洗出来啊！提婆达多呢？明明是悉达多，你却提有个提手旁，是用手捉持，念念在那边，以为是是，然后婆是一个波，然后随主感受的波纹，念念随那个女叫音妇，音遮，你以为那个达多就入差别了，千变万化中走进千变万化，那叫做提婆达多。
感受的悉达多现前时，那是一切的片知。就在这个片知时，就是入境千变万化的达多。你看到这个达多时，他们永远是一家人。但是这个达多永远害这个达多，所以提婆达多永远害悉达多。法性如实，所以任何世尊、任何诸佛呈现成佛时，都提婆达多害他，就是这一念达多害他。拙持害他，然后再一个眼若达多，是楞严经中讲的。你就在这个上面，眼者是什么？眼者就像做，就叫做推变，就往前推。既然刚刚已经是提婆达多都是害佛，就已经把你的佛遮蔽住了，把你的决心遮蔽住了。你再随感受去推去变变化，那也是迷惑，迷惑的惑，迷惑。所以有的人讲那个骂人的时候，说他这个很这个魂呐、啊，就是说什么眼障，眼障这一个。蚊帐的帐，眼帐，眼帐啊，魂，那表示什么？那是眼叫做随假，眼一随假当前，好似达多叫若达多，眼若达多，完全随假，那个叫做迷头了，认影了，那就是迷头认影了。你的感受，悉达多现前时，它整体具体就是提婆达多，但是你要是忘记悉达多，提婆达多就坏了你这个决心了。在提婆达多上面，为什么会一直念念流转呢？因为就在提婆达多当前，你一个一个就眼若达多随假，那就是迷头认影了。这个已经在告诉你什么？众生为什么有妄？明明就是一体的，那哪里有因呢？要是有因的话，真的有因的话，你眼若达多就回不来了。所以他告诉你，根本也不失啊，头也不失啊。若是狂心若歇。头也不虚啊，是这些，这叫这种过程。突然为什么变成提婆达多？为什么会变成眼若达多？你明白时就知道，决心的明性就是如此。它不能叫你的成就到达种种差别，也不叫觉。不明白差别怎么叫觉？可明白差别，你自然就起身的种种无明，那怎么会有因呢？要真有因的话，那无明回不来了吗？就是没有因，所以在最后无明当下知道道理是马上回家。马上归家，你这才叫做懂得那个众生的这些妄想。所以楞严经多深呐、啊！每一个字里行间之中都是靠开智慧的楞严呐、啊。那不像民国什么从吕澄呐、啊、梁启超他们开始啊，谤破佛门说楞严经啊、圆觉经都是假。现在有很多的在家学者也是随循这种方向，一直在里面谤破大圣。他谤的谤不了。任何人心中的根本的佛性的大圣，他只能帮他自己意识之中以为他要有所作为，他帮的是他的良知，他将来生生世世就听不懂如是文字，听不懂如是文字就表示他生生世世走不出假象，走不出业力，就这么可怜啊！所以我们是办学要发心，尤其是你们是第一批人要帮着师父来办学的人，将来不是听师父讲完你们就啊听好、啊、听完了，每一个人都喜欢听这种声音，好像很深，好像很不得了，你们没有一个人去参啊，就是辜负哎、欸，那还叫做南席吗？还叫明光吗？我看这明就明明就被你们搞光了，南席还真的是别人讲的说很困难行了，所以要去参啊。所以将来啊，那个礼拜五的那堂课是很重要的，我要印证你们是不是用心了。你不要老是跟我背我文字，抄我声音啊！谁要再抄的话，我叫他同样的文字抄200遍啊！我发觉那好像是抄的，就是那同样那一段话抄200遍，去体会一下，我就会能感受到你是不是真的用心。你在那边衍生一下，演绎。虽然演绎还是演，但是你那个演绎已经是回头推变推理啊。有时候站在正法上面，也是最初的行者下手处，要开始这样做了啊。好，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弟子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